谢谢收看我们的节目，你的每一次点击、评论和留言都是我们继续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、关注，第一时间获悉我们的动态。接下来我们会购置更多的设备，给大家讲讲故事、做测评。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节目，可以扫下这里的功德箱支持并且留言，我们会在之后的系列节目中一一读到和回答你的弹幕。如果你想与我们直接交流和提出建议，微信公众号、微博搜索引力播音乐来加入社群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产品，打开淘宝店铺搜索引力播音乐。再次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